们在谈这个弘法大师十住心论。上一回我们提到这个弘法大师，那么我在日本呢，很多的真言宗密教道场里面走的时候啊，我发觉啊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，他们呢、啊，每一个这个寺庙的旁边呢、啊，都有一个小的这个坛城，很小很小的坛城。那么坛城里面呢、啊，它供的跟周围啊，都供了很多的小佛礼，瓷器的小佛礼。啊，这个会令你产生这个好奇的这个心，好奇的心，为什么他们日本真言宗的很多道场里面呢，都供有这个符？这个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北方啊，听说也是有这个符仙啊，有供符啊，这个符仙的这个。那日本人难道也是供符仙吗？啊，这个也很奇怪的。那传言是这样子的，这弘法大师在弘法当中啊，他曾经进入深山里面去找这个道场啊，山啊经常会迷路人，我们晓得这个进入山里面去就不没有指南针啊，没有什么的，你进去以后就出不来的，而且天色已经晚了，饥寒交迫。这个时候啊，突然间呢、啊，前面有出现了两个绿光，绿色的光，在光里面呢、啊，有两只狐狸啊，弘法大师看到的是狐狸啊，显现两个绿色的光。那么绿色的光在前面走，弘法大师就在后面啊，跟那个绿色的光走，结果因为这两个绿色的浮光啊，把弘法大师啊带出山，啊带出去，带到有人的地方去。那么弘法大师以后啊，感激这两个浮礼，以后他的道场啊，在真言宗的道场，他就供了这个浮礼。啊，这个是谣传的哈，听来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日本的很多的道场，它供着符，供着符。符本身为什么有那个能力呢？为什么有这个灵的本身的力量？在我的眼中看起来，所有动物啊，本身死掉的灵啊，都有能力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物灵，不要小看动物灵，因为有发觉啊，在这个宇宙之间呢、啊，动物灵啊，它本身所占的比例啊，相当的高。在卢师尊的眼中啊，看啊，不要以为只有活菩萨的灵，金刚护法空行的灵。不要只看到诸天的灵，不要只看到神的灵，其实还有很多的动物灵。所以弘法大师的这个十住心论里面呢、啊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动物的心，动物的心。我们不要以为说动物啊就是全部都坏的，全部都是不好的，当然有坏的，有中性的，也有善良的。我举三个坏的啊，这个 snake 啊，以 snake 做代表，蛇啊，我们看了都怕，看了都怕的。这个 snake 做坏的，这个比较坏的这个动物，它会伤害的，会伤害所有的动物。他还会伤害人，这个 snake 做代表。中性的
啊，中性好一点的，以什么做代表呢？以格子啊，格子做代表，格子啊，这个格子可以做代表，这个格子它是中性的。那么好的呢，好的动物呢，我们用这个猫啊狗啊做代表，这个狗有时候它有义气的，有义钱啊救主这种事情，它帮助人的啊，帮助这个你看家啊，还有帮助啊，它那个像那个海关里面啊，它这个用它的这个很灵验的鼻子啊，去帮助这个海关人员呢、啊，哦，他可以这个守护啊，做很多事情的。这个就是有意的，有意的，有意的。所以动物灵当中啊，不一定全部都坏的。所以弘法大师啊，这个十住心论呢、啊，第一个提到了。就是动物的心，动物的心。那么他在里面提到啊，你这个动物啊的灵，你会招感到动物的灵。你只要啊给动物啊的这个食物的供养，你只要学会一种供养，你就可以招请到动物的灵。因为动物只有两样东西啊，几乎两样东西是非常的啊，这个可以象征它们的，一个就是食吃，一个呢就是色淫，可以很快的招感到动物的灵。所以你只要学会供养了，你什么都不用学，你仍然可以招请到动物的灵。那么在这世界上啊，我们讲说这个孔夫子讲啊，这个食色性也，那是指人啊，那是指人，人本身呢、啊，应该讲起来也是属于动物之一，属于动物之一。但是我们人本身的灵性是比较高一点，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弘法大师这个十住心论呢、啊，第一个动物的心并没有提到人，他只是提到动物，只是提到动物。你只要学会供养，你一定可以招请到动物的灵。那这动物的灵啊，假如到了你家里来啊，你家里面的坛城呢、啊，全部都是动物，全部都是动物。那你假如不知道的话，你这样子再继续的修行下去啊，你这两样也会增长。第一个是食，第二个是色。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啊，动物灵的特殊地方是食跟色这两样，另外还有一个杀，也就是他的心啊不会很好。你修动物灵的这一种心啊不会很好。你看那个动物啊，经常是互相残杀的，互相残杀来残杀去的。那么动物本身它本身的偏好也就是食跟色而已，食色杀，这样子的这个动物灵的世界、啊、是属于这三样的这个特征的。好，我今天讲到这里。 Om Mani Padme Hum。